去干嘛呢？哎，怎么样，杨斌？特别严，我腿上有疤，看不出来都不行。好，听着没，这么小。对呀，我这么大。江进。你好，大夫。嗯，好，衣服脱了。啊？脱衣服？啊？这是一个常规性的检查，只是脱了上衣。啊，脱了。你扭捏什么呀？来，不是，大夫，脱了。大夫，我不是不想脱。哎，你这个伤疤不小啊，是个问题啊。哦，大夫，你听我说，我这个疤是个新疤，所以说比较明显啊。我知道我军飞肯定是飞不了了，但是我看过咱们民航的那个招生简章，好像没什么明确规定啊。但是在天上飞行，高空那么大的压力，万一压迫了伤疤，造成撕裂。谁负责？啊，大夫，您说我其他的指标是不是也挺好的？如果说就因为这个疤我被淘汰的话，我就觉得对我特别不公平。那我们也要考虑突发状况的可能性啊。我明白您的意思，大夫，我非常理解您，但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一行，而且我真的想成为一名飞行员。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心理素质。我感觉这一批人没有一个人能比过我的，而且你们也看过我的档案，我并不是说随便想干一行就来这儿的。大夫，我非常理解您的顾虑，但我也希望您不要轻易去剥夺我想成为飞行员的权利，好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们再好好斟酌一下。你先回去等消息啊。谢谢大夫。